可以一起，不论是跳舞，或是在音乐上、在唱歌上、歌唱上，都有一直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这样子。那第一首歌跟这个主题很像哦，有关系，正能量的歌曲，来自于孙燕姿的《逆光》，可以的话跟我一起唱哦。
坐在这边的朋友啊，都是亲友团是吗？还是是吗？要不要喊一下你支持的团队是谁？一二三。好，欸，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开始进入紧张的计分时刻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听到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歌呢，开始进入我的创作时间。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，叫《茶香》。那《茶香》其实说的是一个关于香水的故事，香水是一个味道，可它其实就很像一个。像这个记忆的片段，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想到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事情，可是事与愿违，无法回到当时那个情况。就是我以前会这么碰撞当时那种想法，就仿佛回到当时那个情况。所以这首歌是《茶香》。Thank you.
掌声，谢谢。好，这其实每次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我们是表演跟比赛都很喜欢唱，因为它是一首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。可是它是2015年写的歌，超久。可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人生的感悟嘛，就是大家蛮年轻的，很多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人生感悟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首歌啊，算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是唱之前，我想要先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呢，是台北捷运公司，还有现场很努力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、评审老师啊，还有很努力很辛苦的工作人员们。那这首歌是 Autobahn， 也是前天写的歌。这首歌写给我的家人，然后就是当你可能开始在工作之后，然后在社会上打拼之后，就会发现其实家人啊，或者家人可能是你一个最好的避风港，也是可以最放心的，他们是最爱你的一群人，是可以安心的跟你一起的。其实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，送给现场，因为我们走的是 Autobahn。
醒来，一次雨点红你，梦里和我的回应，是一个音乐，让你想继续息，几个几个藏匿，花心走的是我的饭。我这一军，如果喜欢今天的歌或者喜欢我的唱歌的话，都欢迎到网络上面搜寻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一军，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继续联络这样子。谢谢。哇，再次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艺人嘉宾，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曾毕君。